大家好，我是潘高峰，然后今天来上海乐展呢，现在是10月11号，这次主要是有两个表演任务，今天在纽克斯，明天和乐队在达里奥，然后顺便为大家拍些有趣的好看的好玩的，那咱们看看今年的乐展都什么样，走走。咱们先去纽克斯，把东西撂下，然后你这样，你别你我别带俩了，你把一个别你机器上。耶，天天看到你了，啊！第三天我还敲到了陪葬。
咱们聊的展开，还会有我们带乐队的表演，到时候如果你们还在的话，欢迎你们来玩。然后欢迎大家支持我所代言的纽克斯品牌，谢谢。好了没？领导，我先来。那么这首歌可能是影响过你，然后你觉得无论任何时代的吉他手都应该听一下这首歌，因为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，无论是技术还是什么怎么样。三十分秒增加。我想问你一下，你知不知道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团员去南秀，潘老师。然后八点起床，到酒店四点多洗好澡，四点半。太凶了，我操！以前那个强度，我操！再搞一件，我他妈累死了，我操！还得拍吧。
holidays in the Plethora X3. That's 15 of our many, many more. With all of these... 先问一下你，所以我弄完之后我就全部发走了。 环境比较嘈杂，所以我们就突出一个热闹，大家看得开心就好。祝大家今天玩得开心。 Thank you.